今天呢，就是我跟 M， 这是另外一个 Hong Kong YouTuber， 然后他带我来新村里面还蛮有名的一间咖啡厅，叫做 A to Z 咖啡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刚刚读完书，然后非常的饥饿，所以我们就先点了吃的部分。然后他们这边最有名的呢，就是他的草莓 Latte， 等一下我们就会喝了。对，我们要喝，一定要喝。对，这个是必点的。然后我们就先吃正餐咯，开动！잘먹겠습니다，잘먹겠습니다。其实我觉得这间的咖啡厅，不像其他的，因为其他的就是卖饮料。对耶，就是你正餐也可以在这边吃，然后甜点也可以在这边吃，咖啡也可以在这边吃。对啊，它没有限时间啊。它的 cream 很浓。我这个也是有点 cream 的感觉。它会大吗？我之前跨年的时候有去江南吃一家烤鸡意大利面，它就是像这种鸡，就是它中间有烤鸡，然后旁边是配这种的 rosé pasta。但是 rosé 通常都会有一点点辣，我先试试看这个会不会辣。它也是有一点辣椒的，但是不会辣。我们吃完那个火鸡面之后，对，什么都不辣了。最近韩国很流行这种 rosé pasta。对，我在乐天百货那边有找到一些都是 rosé 的调味包啊什么的。这个好吃哎。但是我喜欢 rosé。真的吗？那我们交换吧。可以啊。Yummy。Strawberry Latte， 然后跟这个提拉米苏，那草莓拿铁是他们的招牌，那我们来开喝咯。好像每个桌子都有一杯耶。对，真的，每一个客人都有点这一杯。那我们来喝喝看，它真的超大的。来，比例尺，很大哎，好像跟我的脸一样长。对啊，好大哦，而且它很漂亮，它是用草莓做成这种玫瑰花瓣的样子。好，我来喝喝看。它喝的每一口里面都有草莓果肉哎，真的。那其实还蛮真材实料，有没有？这就其实可以看得到一些果肉在里面，还不错哎。有 cream， 然后中和那个草莓的甜味。对，目前喝起来是不会太甜啦，所以还 OK， 还蛮刚好的。咖啡味蛮浓的，还有是软的，还有 cream 也多，我很浓哎，不错哎，因为这个它不会很甜，然后有那个咖啡的苦涩香，这个配草莓拿铁刚刚好，因为那个没有那么甜。我们都已经吃完正餐了，然后再来吃一些。
时间应该有3个小时了吧，所以还不错，可以在这边然后一直跟朋友聊天啊，然后吃东西吃喝喝这样也不错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就是 A to Z 咖啡之旅已经结束啦。那就我们所知呢，平日来的话呢人会比较少一点，不用排队，但是如果是周末假日的话就人蛮多的。像上次其实我本来想要跟我朋友来，但是就整个客满就找不到位置，然后今天还算是蛮幸运的，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先 check 一下 IG 或者是就挑平日来这样。好的，大体上来说是还蛮推荐给大家的。对，因为这里真的好美，那个设计哦。对，这边真的很好拍照，然后推荐给大家咯。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也欢迎按赞分享及订阅我们两个的频道。对，我们两个，我是 Emily， 然后他是 Anne。 对。